家早上好，欢迎来到 Principal Lam 的 YouTube Channel。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在这一个COVID-19 的笼罩之下能够自保。什么叫自保呢？就是我们要自己要增强自己的免疫系统。 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增强我们的五脏的免疫系统。 我们都知道说呢，我们做运动手手脚脚都能够伸展啊，能够去拉筋啊之类这样的动作，像我们的五脏六腑怎么样呢？ ，今天我就教大家做一个动作。 来，每个人深呼吸，然后慢慢的吐气，用鼻子吐气，吐到一半的时候呢，我们眯着气，不要吐了，我们就到最后我们不能够忍耐了，要呼吸了，就来，再来一次，吐，轻轻的吐气，从鼻子处，把我们的那个鼓气呢推到丹田，推到丹田过后呢，你就吐，来，再来一次，就好像说呢，好像蜜蜂来了，当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们的里面的心啊、肺啊、脾啊，所有的内脏啊，它就会被震动到。这个震动的动作呢，就好像让它运动，就是让它运动起来。所以呢，每一天呢，假如我们能做十下，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运动。还有第二点要和大家分享的，就是说呢，我们每一天呢都需要出来晒太阳，我们的身体呢需要热量、热能。这个热量、热能呢要从哪里得到呢？就是从太阳。所以每天9点多到10点的话，可以你们就到外头晒一晒，晒一晒哪里呀？是我们的背部。我们的背部呢，就好像我们的 solar system， 所以我们的背部呢就要吸太阳能，所以呢它提供给我们热能。第三点呢，就是可以的话就是泡姜水来喝。谢谢你们的观赏，祝你们更健康。See you.